是和你真的再见面，我不会提到都没有人跟你们抢，你们要知道他很怪，一共一出坐在那边什么都会，对啊，都会哦，曾经你用妙就搞哎，大家好哎，大家好，好来了啦，来了，在开玩笑，站在那边，你们只能有一次错误的机会哦，三，有人照顾，二，你不想他，从一，好，该不会打败我没有奖金吧？好，没有。我太想等等等等，这个零，好，算了，幸福了，然后呢？幸福了，然后呢？请看正解，恭喜答错。现在我很幸福。对，有对两个字。行，恭喜答对，陈山必出进的势在必行，这个歌单，来恭喜获得一千，可以投了，来一颗，来锁定这个边边角角四千，陀螺王锁定你四千，好，左上角三千，好，慢慢酝酿，好，好吧，把力道灌进那个球，加油，用力，球加油，用力，用力啊，用力啊。什么啦？哎，你这样更像秀慧姐，推铅球，不是这样推铅球，是要爽，好紧张，要甩炮，加油，嗯，秀慧姐加油，哎，他选择的是他，恭喜，好，祝谁的家哦 ，OK， 怎么就这样好轻松 ？Sorry， 再丢一次吧。填空一球，来换一球入，不要再锁定我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锁定我了，哎呦，是有，有哪里都可以。二，加油！好球！正中央，正中央，好球！500块。或许我软弱，也害怕失落，但有你的笑容。让我再站起来。我放我的恨歌，是我不懂歌词。我有一种预感，我们应该可以要回家了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差不多是时候了。It's time to say goodbye。不会啦，他们刚刚都已经猜出来了，加油加油，相信自己。好，你怎么都没有台语歌，好难哦。什么有你的强项？因为我的强项是台语，就是跟露露一样，什么招别嘎逼啊，啊，你是这种的，连问题都没有。是哦，哎，有招别嘎逼这首歌啊？有啊，几不是不是。有招别？哦，无啦，你搞错了，那是招天的歌词啦。怎么会有这个？请给正解。害怕。怎么会唱到？他就唱到副歌。我讲不出来了，我讲不出来了。你讲的是《香罗》哟。怎么会？三三。我讲因为爱吧。你刚有啊？你刚讲因为爱，所以爱。我说你都猜出来。说好，那所以答案是害怕。害怕。里面有一个声音。OK。好，那不好意思啊，这首就干归了啊。我也是害怕。恭喜，因为奖金只有500块，他们超不让人家害怕的，只有500块，我们很有诚意的让四位抢答，个人拿奖金。哦，好棒哦！快啊，郭靖，王凯抢答哦，知道。你们两个也可以哦。为个人的钱包而战，个人。知
道吗？刚刚刚我知道，全部看好。那我们出最后一题，知道给大你知道什么歌名？知道啊，歌名叫知道哦，哎呀，知道。你可以投一球，好来，处理。哎呦，加油！三千了啊，好，锁定三千是吧？你是左撇子啊？对啊。哎呦，左投右写，好啊，人家说左撇子比较聪明，就是假的。啊！撞住，赔两倍啊！赔两倍，天哪，撞住啊！好，芝芝，芝芝，连名带姓。吗？钟琦答对。哎，逆转胜，赶快来来来，加油来哦！崔磊，崔磊，我刚以为要梁静茹哎，好厉害哦！当然是崔这一边呐。哎呀，啊，边边角角了，三千的了，加油，用力哦，用力哦，来来，一二，哎，哎呦回来了，哎呦，要不要当？就是力量不够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干归了哈。爱的初衷，哎，我知道。吴尊，言不由衷，言不由衷，恭喜答对，来，哦，哎呀，哎，该不会到最后，吴尊让吴尊拿走奖金？对啊，那我们会傻眼呢。五分零分啊，好了，我就瞄四千呐，四千呐，来，加油加油，其他不要，我就要四千，全力哦，全力哦，用力一点，用力一点，要把它打掉。哎呀，我弱。有吗？还是